为了度化天边无际的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唯相起愿，我们起愿命中时立刻莲花化身，在极乐国土中得到阿弥陀佛摩顶受记周净圆熟净三德，是菩提道圆满的三项指标。圆就是圆满十度，熟就是成熟众生，净呢就是圆净国土，这三德究竟圆满就是成佛。看了无量寿经，我们就知道不仅是只是凡夫，十方世界的很多大菩萨都来到极乐世界，听闻阿弥陀佛说法，获得阿弥陀佛的受记，诸大菩萨都很希求这一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只要我们得到受记，就已经决定将来在某时某世界成佛。名号是什么？只要我们这一次的资粮准备充分修得很好，我们一往生就很快登地，一登地就具有很大的神通力，能化现十方广度众生，这样可以逐渐究竟圆熟净三德。所以我们成佛的之路的话，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往生见佛得受记之前的话，主要是承办这个自力；在得受记之后的话，主要是承办他力。现在呢，虽然学着菩提心利益众生，但是呢，自己还是凡夫，没有证悟，也没有成就广大的功德，能力是非常薄弱的，这样利他是很困难的，费时长久也不见效果。就像往昔阿底峡尊者也说过，没有神通的人利他是很困难的。有了他心通，能够照见众生的心念说法契合他的根基，对方就很容易信佛。就像心明眼明眼亮一样，心明眼亮的神箭手一样，发箭的话就是直中靶心，这就是有神通、有智慧、有相方便的效果。现在我们徒有一颗好心，好像就像沙子一样，看不见靶心，无敌放矢。因为众生有不同的根基、意乐和性情，要度化众生的话，要观机、应机和切机。现在连众生的根基都不知道，他的前世如何也不懂，该修什么样的法也不清楚，这样的利他效果就很差。再说，凡夫去一个地方度化众生，就不能去另外一个其他的地方，不像佛菩萨一样能够化身无数百机子无量无边的化身，到各个刹土、各个地方去普度众生。所以呢，为了能够最广大、最圆满、最彻底的利益众生，我们首先以往生承办自利为殊胜方便，而往生之后花开见佛，利益众生的能力的话，也就迅速增长，最终圆满成佛，任运度化众生。这也是法无量宝等很多传承上师啊、高僧大德也是先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话获得受记啊，在法门娑婆世界啊，或者在其他诸上其他刹土上度化众生，这样呢就是很方便了。二结行总修，祈祷如来无量光，我发无上菩提心，一切善根皆回向，成就往生起家持。这一颂词呢是最后的归色四音啊，祈祷如来无量光就是一心系念阿弥陀佛明观福田，祈祷就是祈求阿弥陀佛加持，让自己的回向发愿如实成就。祈祷的关键就是诚心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从内心深处发出真诚的心，没有丝毫虚伪做作，就是具足诚心。这里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呢，就是需要具备猛烈的恭敬和信心，若具恭敬心，必然获得三宝的加持。获得加持的大小也取决于净信心的程度，有一分净信则得一分加持，有十分净信得十分加持。若净信极其猛烈，加持就会完整的涌入自相续，仰仗阿弥陀佛的威神加披，能速即成就所愿。我们祈祷时候呢，就是清楚的观想阿弥陀佛安住在自己的头顶啊，或者前方虚空中啊，并且了知阿弥陀佛以自己的金刚上师无二无别。我们修任何本尊啊，都要观想上师和本尊无二无别，这里也是一样的。同时也要一念阿弥陀佛三生的功德、极乐刹土的功德，
之后呢，祈祷上师阿弥陀佛，垂念加持自己。此时心中自诚，远离杂念，把上师阿弥陀佛观赏在面前，诚心诚意的发一次菩提心，做一次善根回向，而且祈求佛加持如愿往生极乐世界。诚如印光大师云：“念佛当发自诚心，生信心，唯向发愿心。如果光口头念一念，心里东想西想，既没有好好发愿发菩提心，也没有好好祈祷唯向等等七字供，即使念诵几百万遍阿弥陀佛的名号也没有用。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如你按照仪轨当中所讲的，就哪怕就是发一次菩提心，做一次回向，这样呢祈求阿弥陀佛加持往生极乐世界，这样的话功德不可思议啊，也是成为我们往生的正因。所谓的菩提心的话，就是上求佛果，下化众生，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全心全意的利益众生。所谓的无上啊，是指在一切世俗当中的发心的就是一切世俗的发心里，没有比这更为殊胜的发心了。这不是求现世的名利的心，也不是求来世人天福报的心，也不只是求自己解脱的心，而是呢真心实意的想要救度法界一切众生，让他们都成就佛果。因为所缘的对境广大到极点，大到的尽虚空法界的一切众生，发愿的时间的话，长远到极点，远到呢近未来际，相续不断的利益众生，所承办的事业极其广大，要拔除众生一切从出自细的痛苦，给予众生从现前到究竟的安乐，最终把一切众生度到成佛，这是呢最为广大的发心了。因此也称为无上的菩提心。众生的话正在陷入轮回的大苦海中，都期望有人去救度他们，他们都是自己对多生累世的父母，对自己的恩德非常大，如果我们不主动去救助他们，他们就会随着祸业一次又一次的流转轮回，根本没有解脱的机会。尤其他们很多众生堕入三恶道当中的话，更难解脱出来的。所以我们作为大乘行人，不像小乘行人一样为了自己的解脱，应该要救度众生，我们要发这个心，也就是在阿弥陀佛面前发起殊胜的菩提心，发无上的菩提心，也就是为了和法界众生同源种子，为了在往生后圆满普贤行愿，然后遍入十方无数世界普利众生，为了成就这一大愿，祈祷阿弥陀佛加持自己，像这样的发愿都有初中后极深远的意义。我们在佛前这样发誓言后呢，积极滋累一切善根，并将一切善根回向往生极乐世界，这时就祈求阿弥陀佛加持我如愿往生。净土法门的话主要是依靠佛力，而我们借助佛力的方法就是祈祷。如果我们每天祈求佛陀加批自己如愿往生，佛力自己就会在冥冥之中做加持，这样会使得自己往生净土具足圣缘，远离无缘，为胜利的实践心中所愿。我们能够轻轻松松往生极乐刹土，都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愿力所成就的。所以呢，往生净土是阿弥陀佛为根本，我们要祈祷阿弥陀佛慈悲加持。净土法门的话是全摄全收的法门，能够摄受下至地狱众生，上至等觉菩萨之间的一切凡圣友情。我们依到这样的殊胜法门，往昔必定积累过广大资粮。经中说未来时自佛法隐没之间，依此广大法门，诸佛皆赞叹，诸佛皆称扬，诸佛皆恩赐，此法能速成一切种子，耳闻此法之彼等一切众生获得极妙善，升起诸善根，侍奉过往昔如来，蒙受佛陀加持，耳闻佛号能心生欢喜，获得殊妙喜乐，并且受持奉诵精通，为他众真实广说，欢喜修持，甚至以善写作供养，也会获得诸多福德不可胜数。如果能长期依念阿弥陀佛，
久而久之啊，之心就会随着瞬息之力的而改变，而且呢，就是能引发这个菩提心啊，自己会啊发心求证佛果，又能日月见到阿弥陀佛，不离开阿弥陀佛的光明啊，又能啊念佛坚固啊，不为任何歪境所转啊。如果对阿弥陀佛有信心，仅仅是念一句佛号，也会有前面所说的无量功德，何况是思维观想修习净土法门的功德呢？更是无量无边了。这样我们获得人生才算是有意义呢，不然的话我们人生的话就是空耗而已的。总之我们一旦决定往生的净土是极乐世界，就按照四因来修持，每天修这个一轨啊，其实啊是每天保持修习往生四因，而且是祈祷阿弥陀佛做证明，祈求阿弥陀佛加持来修啊，如是发心，如是修行，如是为相，又能求佛加持，内因外缘一旦聚合，坚持一生如是行持，命中就决定能往生极乐世界。从现在起到临终往生，到往生之后见佛成就，然后普度众生，这前后一系列的事都是为因为现在的修持而展开，无量无边的功德也因此而生起来。无论是祈祷啊、发心、为相等等，整个修行的模式，我们学会了之后呢，必须应用到一切实处。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到临终那一刻，每一天都这样奉行，这是我们一生修行的大事，是极生解脱成佛的关键。望诸位道友的话，好好的行持，多多祈祷上师三宝加持，遣除一切修行的违缘，具足精进，最终成就佛果，具得明者照。具得明者的话是指麦婆仁波切，得的话是为文殊心咒的种子字啊，是智慧的意思。前置麦婆仁波切有许多名字啊，这是其中之一。在我们极乐愿文啊，我们学完了一定要用到实处，不用到实处的话，我们学完了过了，没有思维它的法义，没有按照它的愿文这样的方式去书写，这样的话学过也过而已啊。我们要把极乐愿文的含义的话，要在心里面一定要意念，它的法义一定要意念在心中啊。就是呢，首先的话，我们对这个拼极乐愿文的话，想要前面讲的想要往生极乐世界而修持往生四因之意的诸位行者的话，应当每日专心冥观阿弥陀佛的身相，并念诵阿弥陀佛圣号七遍等，然后呢念诵此极乐愿文，首先祈祷导师无量光佛随念，观照自己，阿弥陀佛您如何发菩提心，我也如是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而后将自他一切众生所积累的三世一切的善根为向往生极乐刹土，增在圣王阿弥陀佛的面前，圆满一切广大菩萨行，祈愿自己今生一旦死而报，就莲花化身于极乐世界中，获得导师阿弥陀佛的授记，究竟圆熟净三等，在上师无量光佛面前诚心诚意的祈祷发菩提心，把善根回向，而且呢祈求阿弥陀佛加持如愿往生极乐世界，每天这样的串习往生四因的话，就是圆满归摄到在这里了，在临终的时候就很容易往生。愿文的讲解的话就到这里啊，等一下回向的时候呢，念完生生世世摄受愿文的时候，我们也共修念诵一下麦婆罗门切的极乐愿文。下面开始讲阿弥陀佛的止观瑜伽，以观阿弥陀佛而修止观瑜伽。一止观瑜伽，所有的显宗或密宗的修法可以归纳为两种，具体的修法与圣观的修法。止观之定义，止梵语音为奢摩他或三摩地，意为具止。所谓具止，是指心不外散，意不往内昏沉掉举，即为清晰的一心专注某一所缘境，如是寂然不动之心为具止。如宝云经中说，具止一缘心观，梵语音为比波舍那意为圣观。所谓的圣观，是指观察法性的妙慧，以现见法性之五六智慧为圣观，就是在具止的基础上
认识诸法本性的无漏智慧。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句子的话，就是把粗大的杂念停止下来，让内心安住于平静无杂念的境界当中，并尽量停留很长时间。这个就是句子的修法。僧款的话，就是修空性或者证悟空性的智慧。这两者呢是不能分开的，如果缺少了其中一个，都不能称为真正的禅定。我们以前很多人修句子啊，就是按句子的话方法很多很多想呢，就是定定的坐着，这也不对。如果没有见解的话，还有没有修行的方法的话，很容易就误入歧途。所以说我们修观修阿弥陀佛，也可以修止观一家，这样的话我们对我们这个修行也非常大的帮助。完了，很多人打坐的时候，或者很多人，我看很多人我讲课听课的，他们就自己定定的坐着，定坐什么都不想，这样定定的坐着，很盲目的这样修。我们说一动不动，很多人还是坐双盘呢，这样如如不动的样子。但是如果没有见解，不能只修行的方法的话，很容易误入歧途的。一动不动啊，这样坐着也没有什么。这样以前法王立宝也在讲带满直指心性的时候，也是经常有解脱喜欢冬天的话，他冬眠的时候他一动不动，但是没有获得解脱，有什么用呢？所以说我们在修句子的话，也是需要圣观的见解来摄持来修，这个是才是真正的禅定。所以说呢，我们在修句子修好了，再修圣观止观双运这样方面来讲的话，才能真正获得的证悟的方面。比如说虽然有了证悟空性的智慧，但却不能在证悟空性的境界中安住哪怕一分钟也好，这样的话修行的效果的话就大大折扣了。就像我们说混浊的这个水不能测见水底，那么如何证悟诸法的实义呢？反过来说，仅仅是心静下来的话，甚至就是保持一两天呢，或者更长时间呢，没有任何杂念，但假如没有证悟空性的智慧的话同样也不能证悟真实的本性，不能断除烦恼，解决生老病死等问题。所以说呢，标准的禅定的话，必须要止观相应，这样一定要明白他们二者的关系。我们知道了这两者的话，就是互相关带的，这互相的小的缺少了一个都不行。如果说圣观没有具体的禅定的来的话，我们安住圣观的智慧根本没办法安住来。虽然说很多人可能在闻思过程中呢，有时候的上师在开示新的本性啊，或者呢我们就是闻思中观的见解空性的安住的时候呢，就安住不下去。为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具体，就是没有具体方面，就是禅定来做安住。当然我们就说在修的话，很多人在修禅定的时候，如果说也没有空性的智慧来摄持的话，最多是就是说在世间的当中呢进入四禅八定。四禅最多到的四禅八定的话，这是根本没办法获得解脱的。我们修习止观双运有什么利益呢？小乘大乘世间出世间的一切功德皆依止观而生。如解深密经云，十事若诸声闻，若诸菩萨，若诸如来，所有世间及出世间等一切善法功德，当知皆依止观所得之果。二、具体修持具体我们如何修行阿弥陀佛的止观一家呢？每一个修法都分为前行、正行、后行。前行的话包含净地摄相、庄严供具、入座皈依三者。第一呢，净地摄相选择一个白天无人轮处等吵闹散乱声，夜晚无非人干扰的清净清洁的地方，保完净洒扫干净洒扫干净，接着将一轴高的阿弥陀佛像置于香木能悦意四中瞻望的地方，摆放如来画像时不应离眼睛过近或过眼，注意不要放在眼睛往下垂视的地方，而是要放在前面，眼睛能够平视阿弥陀佛。此佛像的话应该请技艺高超之画师精心描摹，而画像理应大小十度精妙庄严。观想用的佛像是有要求的，大家可以参考阿弥陀佛修法极乐捷径讲经里面的，我已经在里面也有讲过了。历经当中说过，禅定的最大回缘就是噪音，修禅定的地方的话应该是比较安静的，最好是万籁俱寂，了无声息，没有任何噪音。我们说有这样的寂静地来修持的话非常殊胜，寂静地的功德也很大嘛，很多佛经啊论点呢也有宣说寂静地的功德非常殊胜。但是呢现在很多人都是在城市当中，要具备这样的条件呢特别困难。
可以选择在家里面的佛堂，把门关好，关上手机啊，并和自己的家人说明情况，不要打扰自己。二呢，庄严供具，尽自己能力供养，在供养圆满后，应送普贤行愿品的七字供。关键呢，以清净心而供养。总之，打坐之前要处理完种种杂事，避免在打坐这段时间当中呢，就是起来就。三呢，入座皈依，选择一个舒适的坐垫，垫子后面呢要高一点，前面要矮一点，这样打坐的时候呢，身体会舒服一些。然后呢，坐在垫子上坐下来，要发誓在这一坐当中，无论有什么情况，我都不中断打坐。而后呢，让心静下来，以身与意三个要点来调整自心。身的要点的话是毗卢七法，一呢，双足加趺坐或半加趺坐，实在不行可以先散盘。二呢，身体不能前屈或后仰，需蹲身正念，坐的时候呢不可以东倒西歪。三呢，两肩平齐，自然放松。四，头部不可歪斜，也不要抬头或低头。下巴呢微微往内收，自鼻自齐，保持端直。五呢，眼睛不应太开，也不应太闭。视线呢垂住鼻尖。这里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呢，我们开始观想佛像时呢，眼睛就直视佛像。当我们能够把佛像观想清楚了，不用看佛像了，就能显现在脑海里。此时就恢复视线垂住鼻尖。六的话双手结定印，即右手在上，左手在下，左右两个拇指对好。定印的话放在肚脐处，或者肚脐处下一点点也可以。这样七的话舌底上颚，多入息自然，见至微细，具足此七法而入座皈依。心清净跟的话跟身体的姿势有关系的，所以在密宗里面讲，身正则脉正，脉正的话则心正，心正的话就是心里面没有太多的杂念。这是身体上的要求。语的要点是排除浊气，调整的时候呢，要观想无始以来所造的恶业变成黑色的气体被排出去，然后呢身心就比较清净了，心就能静下来了。怎么排出去呢？第一呢，从左边的鼻孔，第二个呢就是从右边的鼻孔，第三呢从两个鼻孔同时排气。排除气的次数呢是左边三次或者一次，右边三次或者一次，左右同时排三次或一次，一共九次或三次这个两种方法都可以。具体的方法的话，你们可以看前行备忘录里面。一的要点是调整发心，首先因为一切获得安乐而发菩提心，然后内心思维，我现在已经获得了暇满人生，并执欲了佛陀的教法，此时不应言说世间低劣之事，亦应该知道造作供养如来身上等善事虽有无量功德，但依靠财物积累福德。这是佛陀主要为在家人所先说之法门，最殊胜之功德。因为出家人随念佛陀，出家人应修持清净戒律，并内观修行。既然如此，我们也应该按照佛陀的教言尽力修持。无始劫以来到现在，我们被各种各样分别念牢牢的捆缚着，就像被狂风猛吹，乌云覆盖，海上巨浪鼓荡，日日夜夜均毫无自在的陷于分别迷乱中，不仅没有获得功德，反而在种种痛苦中备受煎熬。从现在开始，我应想尽一切办法，从如疾病般只能增向唯言之分别念大网中解脱出来。既然一刹那之观想佛陀都能带来无量无边的利益因此就应该依靠观想佛陀而修具足胜观瑜伽。其次呢，观想祈祷金刚上师，在上师面前的话一心一意的祈祷，愿上师加持我圆满止观瑜伽的修持，让止观双运的境界在自相续中升起。祈祷完毕以后，观想上师化光涌入自心，在这样的状态中不思过去，不念现在，也不想未来，
尽可能入定安住。这以上是入座的前行，升起分别念后开始正行观修阿弥陀佛止观一讲。正行观修时，首先按要求观看佛像，一边观看一边如是思维，这就是如来真正的身相。所谓如来，实际是无量无边的，成就佛果之因是不可思议之智慧福德之量。阿弥陀佛身色宛如太阳照在红莲花珍宝山上一般，微光耀眼夺目，极其辉煌，由众多广大福德而形成的无间顶相，是指头上由骨肉累积而成的肉髻，除了从旁边可见外，而也无法看见其顶端。方主掌心有具突出花纹的八福法轮，降下这两种妙相含摄其他的所有妙相，以表示佛是具福大士夫，具足白毫右旋等三十二相，又其正是内在美德显露于外相，有指甲赤铜色等八十髓好原式，一面表示唯一离系法身，二臂呢表示智慧与方便，二指双手结定印表示方便智慧无二，以定印持着充满甘露的钵盂表示以深广正法满足一切众生，身着出家三衣，即上身披蓝色七衣及红色主衣，下身穿红黄色五衣，就是僧裙嘛，是令诸众生最初趋入别解脱之标志。庄主金刚加福座表示于轮廿等性之意不动摇，如果可以则进一步观想阿弥陀佛心经的种子字，红色的藏文舍字，将眼睛和心专注在舍字上，舍字呢要观想得越细越好，观清楚了可以观想阿弥陀佛的心咒的咒轮。具体的观想方法按照阿弥陀佛修法极乐捷径来观修。我们所观想的阿弥陀佛身相通彻透明，现而无有自性，如镜中影像一般，阿弥陀佛巍然鹤立，令人视而不厌。其后如是思维阿弥陀佛成道之本源，过去九眼劫以前，释自在王佛诸事时，有一国王发无上道心，舍王位出家，名为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佛前发起了无上菩提心，希望世尊为自己广泛宣说诸佛净土之行，而后通过自己的修行来摄取总集无量佛国清净庄严的妙土，使自己速即成就无上正觉，好快速的搏击一切生死情苦的根本。释自在王佛就给法藏比丘广大演说了210亿佛国天人之善恶，国土之出妙，由何种种原因而成等等的情形，而且呢以威神力加披法藏比丘，指他心前显现210亿佛国的情景。法藏菩萨亲自见到了无数刹土的状况，于是又坚定了他的雄心壮志，一定要建成十方世界中的第一佛国。为此他花了5劫的时间，以智慧做了很多关卡设计以验证，而后发了48大愿，将自己未来的佛国要具有无量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此后又历经无量阿僧祇劫，历行6度万行，因而积累了无边不可思议之智慧福德资粮，终于在距今10劫之前愿行圆满，成阿弥陀佛，在离此10万亿佛国之西方报得极乐净土，迄今仍在彼土设身住世，宣讲正法，即是轮回未空之前始终成为一切众生究竟归依处护主无边亲友，如此殊胜之无上如来我们无论意念顶礼持诵名号瞻仰佛像疑心观赏等，多任何微小善根亦能成为殊胜菩提之因，这是如来不可思议之发愿力智慧力所致。因此我们实在应该速速庆幸自己有如此殊胜的因缘及大福报，一边的话如是做思维
一边随念佛陀，同时升起坚定信心。还需要注意的是，观想佛陀画像，随念佛陀功德之心时，不可以过紧，亦不可以过松，张弛有度，务必以不失正知正念的方式持续专注观想。玛吉拉祖空行母也说，不紧亦不松，以具正见要。像我们修行的时候一定要是这样啊，不然的话天象一方的话对我们修行都没有利啊。就像我们弹琴的时候也是这样，琴太就说太紧的话容易崩断，琴太松的话也弹不出妙音出来。我们修行也是这样，除观想佛陀外，再无任其他任何分别念，唯一观照的对象只是佛陀。如此修习天长日久啊，心就能不断的专注于所缘境。总而言之，以九种住心法次第成就欲界一心禅定之前，应精进于上述修行的内容。在观想佛陀时，我们可观想如来总体身相，为了未来获得圣法灭尽昏沉，我们又可专注观想佛陀的顶基相，为了获得等持断除吊举，我们可以关注如来心间吉祥旋，为了修有所成，能得大福德及安乐，可将心专注于如来眉间白色如右旋海螺般之白白毫，为了佛法妙音传遍一切处，众生均能同沾佛法利益，应专心自治于六十种妙音来源之如来喉间三条海螺纹样之处。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只要随自己意愿心专注于佛陀身上即可。如此修持时，恰如徒手抓蛇一样，刚开始的时候自心急躁，分别念迅猛粗大，难以调伏，这就是所谓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如峭壁落水之动摇绝受。此时的话应该这样思维，自己的心识恒时处于飘摇不定之中，出现这种状况也是在所难免的。妙壁请问经中云，心如电如风如云，欲如大海起波浪，须臾随意散外境，动摇迷乱当调伏。这也算是正常现象，因为呢每一个众生的话都被这种散乱分别妄念所控制，哪里有能有所谓的自在呢？我们应该努力精进修持不懈怠，若真能勤勉不舍，将来绝对不会有不能承办的事情。一边无力作业，一边暗自发愿，坚持不懈的长久将心尽量的专注于佛像，日久功深以前较为粗大猛烈迅疾的分别念定然会逐渐熄灭。很多人在第一阶段的话就容易放弃了，觉得自己不是禅修的根基啊。其实呢，这是只是给自己找借口的，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获得相应的觉受的。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开始专注的佛像的时候呢，我们的呢并不是说以前分别念我们很多的这样的那么多分别念，很多人觉得我可能修不上去，这样就放弃了，这样就太可惜了。因为我们说我们现在呢是有方法观察，我们知道这有分别念是怎么样对治的方法，那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对治的话也会能获得相应的觉受的。不过此时的话又有上面的注释在讲行了，不过在此时就说又有一个新的阶段会出现，在此时间的内呢，微细众多的众多之杂念纷纷显露，这就是所谓的第二阶段，如山谷流水之获得觉受。山谷水流声势浩荡，湍急奔腾，但与峭壁落水相比，其流速已明显减缓，故显用此比喻。此时应不断的修持，将心继续安住下来。如此修行到一定阶段，心持所起之分别念出现频率为日渐放缓，心已能基本安住下来。此时再详细观察，仍有细小的分别念不断的闪出，这就是所谓的第三阶段，如江河酒水之修行觉受。江河缓慢流动，
从远处遥望时几乎无法察觉，只有在沿岸观察的时候呢，才能看见其不舍奔流。待继续精进不错，便不会再产生之前的修行时所感到的种种痛苦，也不必再劳心劳神，此时精进行时才算是步入正轨。如是修持后呢，微细的分别念呢也日渐消失，自己将心专注于任意所缘境时，皆能安住很长时间，纷扰万缘也难以撼动自己安住之心。至此则进入第四阶段，如大海离波涛之稳固觉受。此时心已经完全安住下来了，且非常稳固，故以此比喻说明，就像大海就是没有波浪一样，就是平平稳稳的这样。从此之后呢，无需过分勤作，再接再厉，长期修持下去，就达到第五阶段，如三王稳固般的究竟觉受。此时已经到了觉受极致，这样的觉受以为勤作行，实际上是一意贯通的，当心专注于任何一处，皆能自然融入此法，不需要任何勤作，自然明然安住于此法中，任何分别念都无法动摇。至此呢，已经修成了所谓的欲界一心此时因为心能安住，故而各种不同的觉受都可出现在此种境界中修持的话，即可以获得身心清安的境界这个我们说一心一境就一心一界一心，就是在初禅的，这还没到这初禅，就是欲界里面最高的，欲界里面很高的禅定了，但还没到初禅。达到这样的话，我们说已经身心清安的境界已经就是获得了，就是说身心很清安，将心的话专注在任何一处当中的话，身心的话可以在很多天当中没有劳累的感觉，整个身躯的话就像棉花一般调油，而且呢内心充满明晰安乐之感觉如果所获得的清安最初还有沉重稳固的感觉，则应继续修持，直至灭尽此等作依。这个时候呢，就像影子一般微薄干净行者为现前以正行禅定相同的境界出现句子，这种修持才可称为句子因其乃清安之心，此种心属于初禅未至定心，凡是获得此句子之心者，不管有相亦或无相空性法门，都可以修持了。这样的话，就是修道的话，就以后修持空性法门呢，还有呢，就是修持西征外族四大事业的话，很容易成就。如果说达到这样的句子的境界的话，这个是在前南茂婆罗门戒大幻网光明藏论里面也有先说的呢。它里面也讲很多人为什么就是现在师兄不能承办，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句子的话禅定的话没有深入修持，这个深入才能达到这样的禅定原本修句子需要四种作意六力等众多修法补助若以正知正念摄心专注，这样修持就可以以最自然的方式现出五种觉受，也即就是将上述众多要求所想要达到的目标全部涵盖了。可见正知正念是最重要的，修成此种句子时因为心堪能的缘故，身躯也具有色泽光润充满安乐力量等特征，心也是清净无染任应行持西征怀族等众多事业，身心遍布无边喜乐，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再也烦恼减少，能感觉与内在的大乐相同的觉受，依靠修持句子观想佛的福德力再加佛的加持力，行者就可亲见或者在觉受的状态之下，或者能依梦中得见如来并听闻法语，无量功德就能在自己相续中升起。此等句子修成后呢，继续修持圣观一家首先就是应将修持句子时所用的佛像再次当作所缘处，并一心一意的观想，最后面前无佛像时仍能在心间随意现前佛陀身像至此境地才算是修成句子。所以说我们修不成
现前不了佛像的话，就是我们禅定境界禅定的功夫没有达到，这样的话就现前不了，或者呢现出来的话就比较模模糊糊。如果说能收持自止的话，他都能这种无间的显现出佛陀的身像出来。此时虽无有佛像，但依自己心间因等慈相已成，因等慈相已形成，不可自然明然现前。最初时如来身相依自己根识前，就如镜中影像一般明然显现。再往后深入，就能在自己根识真实现前，并可在他众面前也能观见自己根识前所成影像。这就是前一宁玛巴众多实修教言中所谓的第一意识、第二根识、第三觉性之对境。你看，说到我们观赏自己阿弥陀佛佛像的话，观赏自己就是阿弥陀佛本尊的话，你看，如果说到这样的话，那别人不单是自己能观见照见阿弥陀佛，那别人也是能看到自己所观赏的话，就自己就是阿弥陀佛，看到自己阿弥陀佛的身像了。在最初已能明观佛像后，深入圣观修持，具体方法如下。首先内心如是作意，心中所观想具足上好庄严之灿然佛像，实际上是因为自心的一种串习力而现前的。如是之佛身无所从来，亦无所而起，若善加观察即可明了，此种身相实无所有，内外精了不可得，完全是依赖于心，并且通过长久修持等就是缘起力而显现。善加观察显现的来源心，即能发现里里外外都没有心藏身的地方，它原本就是远离一切所依。既然如此，无本之心所显现的形象又怎能是实有的呢？因此此等显现无有丝毫本性存在。所以说我们要观想这个佛像的话，一定要观想出现而无有自性，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同理，所谓如来真实出世，实质是指众生清净善根以如来大悲发愿力因缘聚合后，就如人脸会依干净的镜子中呈现一般，佛陀亦为无其显现于世间众生前。究竟而论，所谓如来之五蕴十八界十二处所设的诸法，丝毫起也不存在，不过是凡夫难以推测其法界平等智慧身而已。所以如果说我们能观察的话，通过一同上下观察的话，真的没有丝毫的一个实有的之处的，这样没有个实有的之处的，都是现了无有之性，都是大空性的大平等的。这个自显庄严经中云，所谓真实如来者，无尽善法之影像，只无真如亦无佛，世间众前现影像。现今如来注释等持经中则说，诸佛菩萨由心力，心本清净性光明，无垢不以众生混，若知此道获菩提。如果懂得这样的话，了知这样的本性的话，肯定就很快获得菩提的。不然的话，如果只有是实有的东西的话，不可能成就佛果的。依此种种，就是说以此种智慧观察，就能了知了知显现之理，了知显现之理就会理解，正如如来显现一样，一切五蕴十八界十二处所设气情世界的 万法，全都依靠种种因缘聚合而如幻显现，并被众生感知。此等诸法唯赖各自因缘汇集聚而显现，若详细做观察，任何一法都是无微尘许之性可得，就好像如梦如幻之显现一样。诸法实无来去，无生灭，凡夫愚者贪执显现，从不善加观察，都认为生灭等万法真实不虚就如同眼中有意的人千方百计妄图驱除虚空的毛发一样我们有演绎的话，就是又会在自己的眼睛中的话，就显现在虚空有在前面有猫发，又用手来拨它，但是也驱除不了这样方面来讲。那我们就像这样的，我们也是无始劫以来被无明演绎所遮蔽的人，完全不知万法究竟实相，而真正证悟实相的大师父，并不是否认万法的显现，他们早已深刻的体会到正当显现之时，
万法其实毫无成实性可言。证悟者都知道这样的道理，万法本质无生，尽属空性。正如《无热恼请问经》中所言，言生皆不生，彼生皆无性。佛说言生空，知空执寂者智者。我们这样言去，万法的话本来它是不生不生不灭的啊，它升起显现的原因就是因缘显现的话，它就显现万法。但是在显现当中的话，它没有一个丝毫的实时，当体它都是空性的。如果说了知空性的道理的话，真悟空性的话，它就是真正的一个知者。因此佛之身相在心间显现时，根本无有本体可言。我们了知万法均无有本体，我也无自性。所谓我之自性，实乃如来之自性，即如来之性是一切诸法之性。自显庄严经云，恒无生法即如来，一切法是如来。实相凡夫愚痴众，世间无法反执时。涉及经中说，如我本性即众生，众生本性即诸法，无生以生皆不念，岂知自度即正行。在这些招证当中的话，就很明显的说了，这我们的显现当中的话，根本没有本体啊，一个实有的本体可以能获得能得到。这样的话，万法的这个自性，万法都没有本体，也没有自性的啊，了知无有自性的道理的话，就能知道的也是如来的本性了。在究性实相义中，一切诸法远离生与不生等所有细论之网，成为本来平等法界。慧尔请问经中说到，此法无垢性善性光明，如同平等虚空本无生，不来不生，不住亦不灭，此乃如来手印净无动。华严经中有云，细微难证如来道，无念无思极难见，自性寂静无生灭，通达教理方明此，本性为空具无苦，解脱相续同涅槃，无边无中无言说，三世解脱如虚空。这里说的话就是我们一切诸法都是远离一切生灭的。我们讲生灭啊，就不也不来不去啊，不依不异啊，这样在中论当中也是这样说。这些的话本来就是在我们在世俗名言中分别安立的，在真本性当中的话，这些都是无生的大空性的。圣者罗侯罗说过，无可言思智慧到彼岸，无生无灭虚空之本性，个别自证智慧之行径，顶礼三世如来之佛母。勇猛菩萨亦曾揭示道，自知不随他，寂灭无细论，无异无分别，自则明实相，如是抉择远离言说细论所言对境的真如之一家事。首先以了达诸法如幻的等次，专注于梦幻般的如来身相，以观看如来画像，听闻法要等方式修学如梦如幻之各种行为。接下来应以无可言说平等个别自证对境之空性中入定，以此方式当能获取相应的法忍，再继续修学，以不久之将来必能无疑获得见道之智慧，即证得一地菩萨的果位。见道的话就是一地菩萨的果。上述道理也就是以窍诀的方式先说了现今如来注释等词因缘等词之实修方法。我们入座修行的话，先从句子开始修行，但是呢，没有圣观的句子的话，是外道的禅定，哪怕获得这个四禅三八定啊，也是不能获得这解脱的。在修持之前的话，必须要有圣观的见解。如是一坐的时间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呢，不用太长，一定要在感觉比较好的状态中的话静下来，在念头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呢，就中断观修。之后呢，不思维其他东西，先立即又专注于这种境界，而不要让好的感觉持续到消失为止，这是比较重要的。当然这种感觉好并不是已经找到了空性光明的感觉，这些离我们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只要心里面没有杂念啊，很清楚啊，很宁静啊，很透明，很舒适快乐啊，轻松的感觉就行了。中断观修的时候呢，要尽力杜绝其他杂念，
立即寻找刚才的感受，重新进入状态当中。间断的时间不能太长，更不要停下来休息、散乱啊、活动啊，这样的话反反复复的羞耻。很多人的话贪着觉受，想要把好的感觉持续的越长越好，为什么要主动去打破它呢？这个呢是也是一种修行的技巧来到的，也是修行一种超绝吧。这样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呢，进入平静的状态的次数尽可能多，时间不能长。如果强迫让时间长的话，再过几秒钟以后，即使我们不主动去打断它，自己的心里面也会散乱的。而且在比较清静的状态当中结束观修的话，再进入的时候呢，因为前面的修法已经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啊修持禅定，所以呢就会对修法的话充满信心，而且的话兴趣盎然了，是不是？所以对修行有很大的帮助。不然的话，我们说安住的时间刚有点感觉的话，在越安住越长时间的话，可能慢慢的来为失掉感觉，相对来讲对修持禅定的而言呢，昏沉掉举啊也相续而随着来的话，这样就影响自己，而且的话以后修的未来不舒很多不舒服的感觉啊，跟各种都迎接出来到的话，可能自己再想下住或者呢再长期这样修下去就没有信心了，这样也没有兴趣再修下去的，那这个也是我们修禅定的唯品来到的。所以莲花生大师也这样，初学关注安修的安住的修的禅定的话，时间要短，次数要多。如果说我们有专修句子的话，那一天如果可以修两座或者四座的时候呢，在脚持打坐，在一座当中的话，你打坐的次数越多，时间越短越好。修到后面的时候呢，因为境界已经比较稳固了，那一座的里面打坐的次数慢慢的减少，并将时间并将安住的时间慢慢拉长。早晨第一座的话，也应该在天刚刚亮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说冬天和夏天亮的时间是不同的，所以呢第一座也没有一个固定开始的时刻。第二座的话就是在上午十点钟左右在入座入座的时间的话大概两个小时，你如果说你初定的话就是正好是中午时间下午的话是在三四点钟左右的话，如果是三点钟入座的话，那就是三点多到五点钟就左右都可以出座了。这就是在我第三座吃过晚饭后的话，天刚黑下来，比如我们在近处的话看到一个只能看到一个人，但是呢看不清楚他是谁，这个时间的话呢话也就开始第四座，就是也是最后的座。这样的话一天修四座，如果你们有时间专门修的话就是按照这样来修，如果没有时间的话，那你看你的自己的时间的话，早上或者早晚一座或早晚的时间，反哪怕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时间短一点也可以修的一点，就是说半个小时啊，这半个小时也开始的时候可能也不要安住一下子安住半个小时那么长，或者几分钟啊十分钟啊，这样方面来讲几分钟这样做安住的话，慢慢次数一定要多，这样的话兴趣的话慢慢随着长期的串习的话，觉受的话也会慢慢的稳固的。一座结束后呢就初定也叫做初座，这一座全部的修就是说修法修完之后呢，不要马上起来，我们要回过头来检查一下在这一座当中过程中我修的怎么样。那我们这时候呢就发现观察后就发现有两种情况，一种的话修的比较好的，没有升起太多的杂念，自己呢就很容易沾沾自喜了，沾沾自喜的话，这样的话就容易升起就是沾沾自喜升起傲慢心觉得我修行很不错啊，这样修下去的话那可能我就很快就成就了。如果会升起这样的傲慢心的话，一定要调整傲慢心了，要把对治傲慢心。这是这样升起来的时候呢，自己就马上就是告诉自己这一座虽然说修得比较好并不是自己有什么很了不起的，这一座修得好，那下一座我修得怎么样，我们看一看下一座是否修也是这样好，或者比这一座还要好呢，这样的话就可以调伏我们的傲慢心。另一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回头过来看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一座呢那当中的话不但没有什么收获，反而心中烦恼的妄念的话纷纷的出现，比平时不打坐的时候呢还要厉害。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很多人的话就很容易退失很容易失望这样方面来讲，这个时候呢应该就要鼓励自己，这样没关系的，我呢是个初学者的话，那你是说我们说无始以来到现在
我们造了多少的罪业，不可能没有分别妄念的，这样方面来讲呢，这个烦恼这个杂念的话不可能没有。我们说那有，他以前并不是说我没打坐修行的时候并不是说他没有，只不过呢我没有觉察到而已，现在呢我打坐修行能觉察到他了，但是呢觉察他到呢，那我们就说应该我会一步一步来努力的，通过努力的修行来一步入这的把断掉烦恼分别念。我这一座不好并不代表我下一座我修不好，所以说呢我就是好好的祈祷上师三宝，我下一座的话肯定就是说比这一座还修得好，这样的话做一个鼓励自己，不然的话就是很容易退失了。所以说我们不要堕到两边去，过早的傲慢呢，或者是过早的失望当中去，再进一步检查自己有没有在入定之前所发的誓言有没有违背啊。我们在入定的时候刚开始没有修的时候，哪怕谁来打扰我，我就之前面已经交代我所有一切我都不会去起坐的，这样所以当然我也不定那看着很多人的话可能有一个东西一点打扰了就起来，如果说有一点声去找了起来的话，那就是说那个就是升起惭愧之心，发誓的话下一座我不要违背我入座中的誓言，这样的话对自己的修行的话有很大的帮助，不然随随便便有一个人打个电话或敲个门啊说什么东西进来的话会打扰自己的禅修的。所以说你在禅修之前的话把所有的该交代的事情交代清楚，这样的话就现在做好的话，无论你看这大圆满前行，你老啊，大圆满前行，还有堪布格琼的前行备忘录里面，就哪怕自己的父亲来叫自己，也不能出去。这样的方面来讲，这方面就是有些以前的修行者的话是要求自己比较严格的。第三，坐间的行为，初坐以后的话，行为的话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很多人的话在打坐当中的话，就是入定的时候打坐的特别好。在初坐的时候呢，本没有怎么样对自己的行住坐卧或者在思维仪等中，在这各种维仪当中的话没有见解摄持这怎么样呢，很容易把自己的心外散出去。有的人的话可能就是在入定的打中修的还是比较好，但是出定后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出入定的修行的个观要的方面的方法来修习的话，这样就是自己这样的话对自己的修行的话进步的话就非常很缓慢的，这样方或者呢修不上去这样也有。所以说呢，我们在初坐以后呢，行为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闭关专修句子的话，则在说每一座修完初坐以后的话，万万不可以说很多的话，也不要做剧烈的运动，这样的话很容易将禅定的境界打破。本来我们说，你看我们在汉地的话，很多打禅期的话，我们如果了解的话，打禅期的话也是这样的，就是打禅期的话，他在为什么在禅堂当中或者在狗吃饭的时候呢，他们也是细节蔓延说话的声音非常小，语速也很缓慢，走路的时候呢也是庄重平稳的。所以说呢，我们所有的在总之所有动作当中的话，就像我们一定尽量就是说调油稳重，就所有动作呢就像我们说慢镜头一样，在电影中的慢镜头一样，尽量在初坐以后的行为的话以入坐的境界连接起来，不然的话我们打坐的时候是一个初坐又另外一个初坐完了就去大声说话或者说我什么什么，这样很多的话就会影响自己的修持句子如果我们平时修句子的时候，很多人的话也不可能保证初坐后呢所有的动作的都能够很轻缓因为的话这个尤其你们在家人的话要上班还要有生活各种很多，不但自己不方便也会引起别人的误解，不然的话很多人去上班的话你说很细小的声音一点点给人家听的话，人家以为你说什么，这样也不知道的但闭关专修的时候呢，初定的时候呢，一定要对自己的言行举止的话尽量以句子来接轨，保持宁静的状态，不要急躁很匆忙如果说我们还不在你们上班的时候这样，如果说在有放假的期间几天那几天之间自己的话或者三天五天七天这只在进出当中的话修举所以说呢在初坐的时候有一定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的，这样一定要以句子的境界相一致，这样接轨。因为我们知道急躁呢和宁静的话是两个的矛盾体，句子的境界毕竟是就我们打坐的时间的话，句子境界一般都是一两个小时，但是初定的时候呢时间特别长，行动的如果猛烈的话，那就是对自己的境界
自己的话肯定会受到迫害的。所以说，当我们如果说我们收到最后是收到很得心应手啊，就不是这样的，就是有一种我们说有一种特殊的训练的方法的话，就是反其道而这个行，在每一座修完初座的时候呢，故意的话就以大声说话啊，大声说话，所有的动作的话都非常急猛啊，就是很快很迅疾啊。同时的话，观察内心的平静受不受影响，如果受影响了，停止继续啊，像以前一样的打坐。如果内心不太受影响的话，怎么样都能保持宁静的话，这就是修法的修法，就是大功告成了。我们讲这个稳定，你看，如果境界啊，修持句子的境界，禅定功夫很深的话，我们说在受赞以前古代的仙人，他带到啊闹市当中啊，还是属于寂静的，这样他不会受到外境的影响的。但呢，这是也是修到了后期了，后面来讲来说了，具体的功夫，我们修习的功夫就已经比较深了，是吧？自心也不会被外界所影响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话，不要心太急，一下子就说我们想修了七八天、十几二十天这样，我们就想啊，就想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啊，这个是不可能的。这样方面，我们一定要脚踏实地一样。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踏踏实实的修上去，使我们注重，使我们自己的禅定的力量更成熟更为有力。是注意事项，我们就说在修禅定的句子的方面呢，需要注意的事项，想要调伏自己无始来狂躁不安的心也需要技巧啊。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的话，刚开始我们做打坐的时候呢啊，心啊，前面也有说过，前面也讲过，心觉得心这个浮躁非常波动很大，这样方面来讲，比平时还要严重。针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自己就知道嘛，我们就观察我们的心相续当中，我们平常是没有观察我们的相续当中，所以说不知道有这样的狂躁之心。我们在一天当中的话，除了晚上深度睡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心都是一直处在波动不安的状态当中，只是我们没有觉察而已。只是说我们现在呢，我们把心安住了，这样的话也是个好事啊。因为呢，我们这样的话能静下来，也是说我们已经获得了一定的一点点的禅定的时候呢，才会发现这样的杂念。不然的话，平时我们不静下来的话，肯定不会发现这样的躁动不安的念头。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的话，千万不要半途而废了，一定要突破这样的关卡。一个呢，就是说需要注意的是呢，我们打坐的时候呢，实在里面心里面杂念啊、妄念啊纷飞的时候，越来越想要控制它杂念。很多人讲啊，我这个杂念一想控制它，越想压制它，压制不住呢，那怎么办呢？甚至呢，升起烦躁之心，不想特别注重我做的时候特别烦，特别心烦。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强迫修下去了。否则的话，禅定这个也是修不起来的啊，反而让自己一看到打坐的话就烦，我们就是想进佛堂都不想进佛堂了。这样如果说这样修这样的话就不对了，这样再修下去，很多人这样再修下去的话，严重的话可能会精神的话也会出现问题，也不知道这样的话方面。如果说出现非常烦躁不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怎么样来对治呢？这个时候呢，就说我们就说不要去打坐先，那就是可以看看佛陀和前辈高僧大德的传记，也可以看看这佛教方面的书籍啊，或者呢念一些佛的名号啊、心咒来缓解一下。或者呢，出去走一走啊，这样或者做一下经行啊。以前你看，好像在很多在汉地大德的很多禅宗的祖师啊，在打坐，他不单单是一直打坐嘛，还有出定的时候还有经行嘛，很多经行。以前寒山大师的话，他在五台山的贪山地方也是经行当中悟入的，在这个寒山大师的传记里面也有描述的。这样我们情况的话，就是烦躁的心能平静下来的，这样我们就再继续去打坐啊，就心里面就稍微能安定安静下来的，再去打坐，这样的话就是效果会越来越好。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偏惰于哪一边，特别应该有紧有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修持任何法要的话，当然我们修持所有的任何法要的话，都要具备出离心啊、菩提心啊。如果说没有出离心、菩提心的话，我们说所修的法呢，可能就是作为世间法而已。我们说出离心的话，它是区分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区别嘛。菩提心的话，它是就是大乘和小乘的区别嘛。那我们作为大乘行人的话，这些修学这任何法要的话，都一定要具备出离心和菩提心。用到一般来讲的话，在家行修完以后的话，再专门用到一年到三年来专门修句子相应啊这。
这个是在不共家行里面的内容也是有的。这样修好以后的话，那上师的话，金刚上师的话才会给具德的弟子的话，那传讲大圆满等正行法要。所以说基础如果打得牢的话，那所以正悟的话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那么我们说现在传讲法有没有必要呢？这样也不是说到家行修完了，那很多人现在很多人的话家行还是没有修，那现在可不可以就是修具止观瑜伽呢？也不是我们做这就讲，也不是说在家行没有修完修完的时候也是可以修的因为呢任何修法都是含摄在止观瑜伽里，而且呢我们修止观瑜伽的话也是一步一步的由浅到深。最重要是了这个是你们听闻之后的话，如果一点不修持的话，传讲法要的话才真的是没有必要了。佛陀也说了，我为汝解脱之法，当知解脱依赖你自己。所以说呢闻思以后的话，最重要的话就是付诸实践了。在我们修阿弥陀佛的话，我们也是从此中念阿弥陀佛心咒啊，观想阿弥陀佛啊，也可以把句子和圣观贯穿到阿弥陀佛这个修法当中去，这样的话是特别殊胜的。今天的话我们的课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娑婆的夜檀迦十八年陀罗尼钵迦喃叭咤叶揭迦那揭瓦隆兹巴耶诸比诸利诸瓦诸瓦娑